好，时间到。曲总，你看，请于总为我们点评一下吧。好。你妆太淡了，你口红的颜色跟你的衣服不搭，粉太厚了。你怎么不化妆啊？现在是我的最佳状态。最佳状态？嗯。那你为什么不化妆？我没带化妆品，而且也不太会化妆。我觉得今天的面试挺奇怪的。在化妆品公司，无论市场、销售还是内勤人员，都必须把自己打扮得很得体，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在客户面前。如果是一线的销售人员，还需要到卖场去给顾客指导，给顾客化妆，所以有这个要求。化妆品是卖给女人的，女人买化妆品就是希望自己变得更漂亮，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又对自己的外在形象不是很自信，不管自己长得多漂亮都觉得不够完美，所以我认为作为销售人员不应该把自己打扮得太漂亮了，这样会让顾客有一种距离感，我觉得还是本真点好，这样亲切。啊，根据前三轮的考察，综合表现较为突出的想要留下来，我们做进一步的沟通。现在大家先出去，一会儿叫到谁的名字再进来，好吧？这就完了。哎呀，走走走！我怎么感觉迪欧这面试整得跟考电影学院似的？是啊，搞那么复杂。哎呦，我可紧张了，手心都是汗。紧张什么呀？我觉得挺有意思呀。没事儿，别紧张啊。我觉得你表现是最好的。你也不来，刘瑞，来，你先来。刘瑞，你这三轮的表现都很好，谢谢。有6年的化妆品经验，而且从一个一线导购做到了销售部经理，也算是一步步做起来。你为什么会辞掉你现在的工作？因为我的老板在公司里面搞办公室恋情，他跟我的女上司搞到了一起，弄得公司乌烟瘴气的。你说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这种关系总是这样不明不白的，所以老板很难看到最真实的一面，也没有办法能理智的去处理这些业务。所以作为员工来说，我就算是干到吐血，我也是无功。行，那就这样吧，你先回去等通知。如果我们一旦决定录取了，会尽快通知你的。好，谢谢。那下一个是谁？刚才那个男生还不错，叫吉哲的，叫他来。吉哲，我很欣赏你刚才做的自我介绍。其实化妆品行业原本没有性别的限定，但是几乎所有的化妆品大公司都是女员工的天下，你有想过是为什么吗？我认为就四个字，循规蹈矩，是固有的偏见造成的。你之前是做房地产的，为什么转行？那是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。我觉得每一个职场新人都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行业，有一份工作要你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呢在那儿待了半年以后，我就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，像迪欧这样的大公司才是我的归属。我觉得我想提升自己。几位领导，他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有。先请你出去，好吧？行，谢谢各位领导，谢谢。这孩子有点二吧？没有业内经验，就算招进来，前半年也只是学习。我倒不这么觉得，各行各业其实都是相通的。嗯，那你说了算吧。跟大家说一下啊，现在大家就可以回去了，2天之内
我们会用电话通知大家，收到通知的人要准备相关的证件，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暂住证、健康证、四六级英语证，还有职业资格证。公司会统一的安排就职时间，和大家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。要是没有这些证书呢？那当然不会被录取了。啊，大家回去吧。能不能再帮我争取一下？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无论职位或者薪水，只要能留下就可以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我真的帮不了你。我再找不到工作，就要被房东赶出来，露宿街头了。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怎么办？老公也没找到，房子也到期了，好不容易等来的面试机会也黄了。老天啊，你真是要绝我吗？哭的吗？如果你哭，我就录取你，对别人也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徐总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哎，你先站起来。我都两个月没找到工作了，我再找不到工作，我就……什么情况啊？又哭又闹的。这是干什么？出什么难题了，把人给弄成这样？他面试迟到了，但他特别有诚意，希望能得到这份工作。对呀，那小姑娘在这哭着求了半天了，徐总就是不松口，你看着给人家伤心的。沈总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位候选人呢，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工作经历，也没有经过人事部门的简历筛选，他是自己跑来应试的，而且还错过了我们两轮重要的能力考核。最后一轮成绩也不好，综合排名最后一名，我没法安排啊。有没有职位，能不能安排，还不是徐总一句话。对呀，徐总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给我一个职位？我求求你了，徐总，别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真不至于这样子啊。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对吧？不需要把人家逼成这样，这么大一个公司，我就不信没有一个职位能给他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沈总，徐总，要不，要不，那就留下吧。别哭了。